的各位佛友，尊敬的各位同修，尊敬的住持大法师们，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2马来西亚槟城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首先，我们向今天来参加办事的所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弟子们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也衷心的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以及来自全球各国的同修，再一次谢谢大家。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慈悲加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卢军宏台长的慈悲加持。今天的拜师仪式庄严殊胜，又有众多的同修皈依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如今卢军宏台长的弟子已经超过3000名，广布世界各国，而每一位弟子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担负着弘法度众的大任。相信心灵法门定能将观世音菩萨的佛法薪火相传，让更多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今天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的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随后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紧接着卢台长将会当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当抽到您的号码时，请到台前准备。本次见面会不设置看图腾环节，但卢台长会根据您特别的情况给您特别的建议。我们的师父不辞辛苦，每次拜师加持都是汗水湿透衣服，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已经透支了自己的体力，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以后更是一刻不停的接待见面，再加上2场拜师仪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休息。但是师父还是坚持要和大家见面，师父的心中想着大家，想着每一位众生，我们都被师父的菩萨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感谢各位今天一起欢聚在我们的马来西亚这个美丽的城市。那么首先我们要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们的有缘呢在马来西亚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相聚，弘扬佛法，共沾法衣。感谢我们这么多的法师们前来助缘，谢谢你们。今天呢，又有很多的弟子回归本性，接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点化，找到了今后的人生之路，恭喜你们。我们做人要懂得了解自己的过去，我们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未来。明白自己的心，认识自己的心，才能真正地看到你们的本性，你们看到你们的佛性。人生如梦，在人间被欲望包围着，每天在欲海里翻滚出不来，财欲名色，所有的一切欲望把我们好好的一个本性已经搅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了。所以要明白我们的欲望的需求，实际上它完全是空的，是没有的。当你得到这些欲望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就开始变得肮脏。要记住，欲望犹如像天空射出的箭一样，它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欲望之箭射向一种虚空的、虚无缥缈的、幻想般的一种空间。所以在人间的欲望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空忙一场，一切都是无所得，没有对错，无欲无求。所以学佛人到最后要无欲无求，知道这个人间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所以我们只有自心认得自己的心，心要自保，心要自重，正念正觉，求佛道。这两天大家都沉浸在法喜之间，很多呢台长这两天呢收了很多的弟子，今天明天加起来大概有600位弟子。那么我呢告诉这些弟子，我说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来了，很多很多菩萨来了。但是很多人呢跑过来说，师父啊，我看不见，我怎么能看见呢？那么在弟子当中有看见，那么已经到我这里手上的，他们临时写出来的已经有3-4位都是看见非常精彩的殊胜的场景，而且让你们非常的惊讶，来了多少菩萨，大家想不想听？我告诉你们，就是现在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就在上面。我今天给弟子在加持的时候，这个弟子看到的东西大家一看就不是事先准备的，临时下午
台长在给他们加持的时候，他们看见菩萨写的很短，我讲给你们听啊。看到师父弯腰加持同修们，把他们拖上一层，看到许多菩萨坐在一条龙船上，千姿百态，每个菩萨坐在一起，我又看到弥勒菩萨，再仔细看，原来是师父的脸，又一目看到巨大的莲花座上，类似半个太阳，金光闪闪，师父笑呵呵地坐在上面，再往上看，观世音菩萨穿着白色的衣服，随风飘荡，站在绿色的叶子、红色的莲花座上，法喜充满，一幕一幕犹如在拍纪录片。在这个期间，我的身体随着灵魂一直在晃动，旁边的同修们真怕我跌倒，我的身体非常的轻盈。要命，念错了，这是第一章，这后面是第二章、第三章。好，接下来给大家念第一章。没办法，这就像放电视连续剧一样，放到了。师父加持时，我闭眼看到法会会场，会场大概有万人，座无虚席，师父笑容可掬地接受世界和平奖啊，已经得到了，并握手。然后我看到头上方有一大的很大的金光，没有看到屋顶，我的灵魂上天了。先看到的是观世音菩萨，边上90度的是弥勒菩萨，有很多黑色的护法菩萨，好像是四大金刚，手上还有宝剑。讲完了，大家想一想啊，大家想一想，这个不是我说的，因为我是看见了，所以我看到的太多，天天看，所以我就不讲了。那么今天拜师的弟子呢，就看，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呢，是因为过去呢是拜师之后的晚上呢，跟这些弟子开始，人不多的，但是慢慢的就大家都要跟台长一起见面，喜欢跟台长坐在一起啊，得到一些加持。那么我今天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有一个小孩子啊，就是到这里来马来西亚，这个小孩子呢今天上午他们才告诉我，从昨天晚上11点一直睡下去没有醒过来，一直在睡觉不醒，一直到今天早上居然还不行，结果他们着急了，就打电话啊给师父说，师父啊，这小孩子怎么办，到现在还不行，从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早上大概有个中午的时候，那么叫师父我给他看了一下，看完之后呢我就说了一句话，好了，我叫过他了，我说很快就醒了，结果一个小时都不到醒了，是吧？大家看见了吗？这位就是这位，这个小孩子，大家看见了吗？啊，现在醒了吗？别哭啊！哎，好了，我告诉你好吗？转就不要转了。因为你做功德了，让很多人相信，那么台长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孩子灵魂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全部都在天上玩了。看见了吗？拜佛了吗？双手，我告诉你们，到了这个法会里边，这个小孩子，所以当时我一看我就知道没死啊。我说你，后来我跟我的弟子说，你想让他早一点醒呢，我说就给他洗把冷水脸，我说我把他叫回来，好了，一看我就说很快就回来了，结果马上就醒了。
所以你们不要着急，有时候人多睡一会儿，那么有可能呢是上天，但是有的人呢多睡一会儿，那有可能呢是越来越懒惰。这叫懈怠。我呢刚刚看了这几篇东西，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呢开始呢我已经准备了很多资料要跟大家讲佛法，但是呢我真的不忍心把这么好今天来了这么多菩萨的殊胜的事情呢不告诉你们，所以我简短的很快的给你们念一下。真的，因为他们看到就是师父看到的东西，很多人到了啊今天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法会，他们很多人都想看到菩萨。那这位女士呢叫张丽贤，是我们来自北京的弟子，她呢今天早上准备拜师的时候，她说我站在观景台上，就是阳台上定心念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师父后面一座山上，感恩观世音菩萨，我首先看见对面翠绿的山林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云朵，接着这些云朵变成莲花飘到了天上，他看见了佛祖清晰地出现在这座山上，他高大庄严站在山的中间，接着右边斗战胜佛也出现了。我想问问你们，师父昨天在新加坡讲过没讲过，我说斗战胜佛来了，你们听到没有？你们跟我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人都应该知道，我在新加坡清清楚楚地跟你们说斗战胜佛来了。所以昨天我在心灵法门的观音堂开光的时候，你们知道谁帮我的吗？我看太热了，我说哎呀菩萨，观世音菩萨让那个有点雨好吧，阴一点，太热了。结果马上就淅淅小雨就出来了，过一会儿我看讲完了，我说太阳要来了，我说啊，我说现在应该雨停了，你们大家去的人应该都知道对不对？你们听到没有？你知道是谁帮忙的吗？孙悟空。所以昨天当场就让你们感受到淅淅小雨又不下得很大，然后一会儿就没了，而且那个时候特别凉，就是师父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所以呢我跟你们讲啊，那么最主要看见谁了啊，他说斗战胜佛出现了，斗战胜佛很开心，因为我的徒弟呢刚才告诉我说啊，他说斗战胜佛呢这里他没有写的动作，说他是这样做动作的。你们想想看他看见了啊，然后他说左边的观世音菩萨也出现了，双手合十，一会儿整个山中又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就是观世音菩萨三十二法身啊。我每一次去我都请观世音菩萨全部的法身都去，所以三十二法身，所以双手合十，一会很多的山中，整个山中又出现了很多很多观世音菩萨和很多我根本就叫不上名字的佛，他们真的是很多很多站在一起，我很高兴，一会儿每位菩萨都把身边的薄云变成了莲花，一朵朵的飘到了天上，在山顶上面好像是天上的护法神拿着一个很大很大的一条幡，就是像一条幡一样，他说唰一下打开了，很大很大也很亮，放着光，上面写的字我没看清楚，而且整个山的左边其实就是我们宾馆的后面，其实我早就看见，因为跟我住在一起的人他们都知道我早上都到山后面去拜，明白吗？因为我看得到菩萨，观世音菩萨一直在，所以呢他说整个山左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出现，他真是千手千眼，所有的手都在动，360度的来回转动，我都看呆了，很感恩。这种能不告诉你们吗？这么好的法喜能不告诉你们吗？接着释迦牟尼佛也出现了，头顶上盘坐在莲花山上，
金黄色的座位，放着金光，释迦牟尼佛身穿着咖啡色的袈裟，手执佛珠在念经，感恩如来佛祖和无数的尊佛菩萨，感恩师父来到了拜师的培训室。我抬眼看到了天上耀眼的金光，很舒服。在对面的山上有一位笑的弥勒佛，正高兴地躺在那里，在他身上有三尊佛，一个手里捧着很多的书，第二个是站着，我感觉像马来西亚的佛，边上是观世音菩萨，每个观世音菩萨头上都戴着像桃形镂空的头饰，就是头饰。我在往天上一看，天上的云已经排成像大殿一样的阶梯，直通到远方。我们进到拜师场地，我看到观世音菩萨示现出各种各样的模样，有高的、低的、长头发啊等不同的样子。周围是很干净、很亮的天。眼前的观世音菩萨好像真的排着队似的，一个个出现，像动画片一样的变换着。大家听见吗？刚才这个人也是说的像动画片一样的变的，这是第二个弟子啊，一个个出现，然后数都数不过来。我们拜完师之后，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双手合十，像是为我们祝贺，祝贺我们成为卢军宏台长的弟子，感恩我们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同时我也真的看到了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不开心。为什么？台长在拜师的时候我说，观世音菩萨看见很多的弟子修得很不好，他们身上的业障很多，我说的，所以你们很多弟子，你们我拜师的时候，你们听到师父讲这话了吗？好，我告诉你们，接下来你们看看什么情况发生啊？他说，真的像师父讲的，观世音菩萨心里在流泪，他很难过，这种感觉真的是只有做母亲才能感受到。我们感恩，我们真的要认真修行修心，希望所有的弟子和众生都要早日脱离人间苦难，不要贪嗔痴，这是他自己写的啊。然后坚定信心，最后就是2012年8月23号北京女同修。我想这位同学应该在这里吧，你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在哪里啊？哦，就是他，看见吗？做义工的。你告诉大家，你刚才写的，敢不敢对天发誓？是不是真的看见观世音菩萨了？看见了吧？现在就能看见，台长刚才讲话是真的假的？他现在就能看见观世音菩萨在上面，你们幸运不幸运？你们都成为菩萨了，谢谢。这一封我就不念了啊，天津的啊。好了，他就说看见观世音菩萨的拜师开始，看见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眼泪挡不住。好，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菩萨无所不在，菩萨一直在关心着我们，我们不能说我们眼睛没看见它就不是存在。请问大家，空气看得见吗？请问大家，细菌看得见吗？请问大家，手机的电波看得见吗？都是看不见，但是它存在不存在啊？观世音菩萨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只有好好的修行，对得起观世音菩萨，才能对得起自己。这辈子做人不要白来，我们一定要奔向观世音菩萨的怀抱。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人都有烦恼，对不对？一个烦恼在心中就犹如打了一个结。那么你一天有多少个烦恼呢？你天天烦恼，你天天在心中打结，你这个结怎么打得开？你从小
就开始打劫，爸爸为什么喜欢妹妹不喜欢我，妈妈为什么喜欢哥哥不喜欢我，所有的这一些都在你心中打了结，这些结让你一辈子受痛苦，因为你的心结打不开。记住，心结越多魔越多呀，所以心魔才会常住你的心中啊。你怎么样能够得到法喜呢？你怎么能够看到菩萨？所以一个结一个结，有结你的气就难以运行。就是说我生气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打嗝呢？吃饭吃到一半突然之间生气了，打不住了，话都讲不出来了，对不对啊？很多人生气生到最后一脚啊，突然之间就走了，这就是说气结。所以中医讲的气结气瘀在你心中打不开，就是因为我们有小烦恼不断，我们的烦恼越多我们的气越打不开，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心结打不开，心就不能清净，我们的心就清净不下来，我们修不出法味儿出来，大家明白吗？佛法修到后来慢慢修出法味出来，味啊就是一种滋味，实际上是什么味呢？实际上就是法的一种啊，那个外面的一种光环。法修法的人会修到后来身上会有一种光环的，我们也称它为法味。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啊，看破放下是为上，我们必须要看破，我们要放下。念头存在那是事实，我们今天什么念头都会有，我们难过了有难过的念头，我们开心了开心的念头，什么念头都是存在，对不对？但必须要慢慢的学佛之后修成无念。那么台长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很多人说啊，不思善不思恶。什么叫不思善不思恶啊？我好的也不要念了，不要有念头啊。那我饿的你可以跟我说啊，台长啊，我饿的啊，我不思，但是我好的我总可以想吧。那么就这就讲到境界问题了。学佛学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要懂得境界高于一切。那么什么叫不思善不念呢？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今天一个老妈妈要过马路，我们去扶着她过去，她心中在想，哎呀这个老妈妈我扶她一把吧，她身体不好，这叫善。那么这个老妈妈过去了，学佛的人他扶着老妈妈要过去的时候，他在想，哎呀这也是未来佛呀，他可能前世跟我有缘分啊，他今世跟我有这个缘分，他年纪这么大了，我应该帮助他啊，我帮助的众生法喜充满，我是佛呀，他也是未来佛呀，一想好我应该做，那么把他搀过去了。那么这个是学佛人啊，有功德，因为他发心好，他没有回报，这就有功德。那么善和功德已经有区别了。那么再高的境界在哪里呢？叫无念。大家想想什么叫无念。所以菩萨的高境界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无念。我把这个例子继续给大家举过去，菩萨不会要帮助一个人想一想我要不要帮助他，观世音菩萨今天要帮助众生的时候，我是观世音菩萨，我要帮助你们呐，啊，因为我是佛呀，所以我要帮助你们嘛。观世音菩萨会想吗？好了，如果是一个菩萨修到这种境界，看见一个老妈妈过去，她什么念头没有，她也不思善不思恶，她走过去就把她搀过去了，这就是境界，看见好事自然的就做了，想都不要想，那就叫境界，听得懂吗？所以台长从新加坡讲到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讲了三场，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大家说每一场都精彩，实际上
台长真的是要感谢观世音菩萨给台长加持啊，也是要感谢你们这么多有缘众生啊给台长的灵感啊，那我是客气了。因为你们现在用的是人天福报，因为你们现在用的是聪明，你们没有智慧。为什么呢？聪明不等于有智慧，很多人都会想出很多问题，聪明只不过是计量利弊得失，而智慧是勇于舍得，勇于舍的人他才能得，所以有一句话叫舍得，希望大家多舍，用心来舍，所以布施出菩萨的心，那才能得到菩萨的果。所以念头在脑子里长存非常不好，有念头就要让它过去，要让它消失。我们过去动过很多不好的念头，我们不能把它留在心中。我们过去有很多恨念、思念，我们有很多的嫉妒心，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让它成为过去。所以要变成没有，大家知道没有就是空无，就是虚空。当一个人的念头都没有的时候，成佛那就会断除所有的烦恼。想一想，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有念头，我们才会烦恼。当你没有念头的时候，你哪来的烦恼？试想一下，一个小孩生出来，他在那里愉快地玩，他什么都不烦恼，妈妈我要去吃什么东西，你说这个孩子有烦恼吗？他没有念头。我就要大家学佛学到境界高，无念无得无失，觉得自己无智，什么都是空的，这个时候你的境界才会跟菩萨一样。大家知道真正的无得无失是没有的，无得就是有得，有得就是有失，所以无得无失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生活的环境它是个大染缸，每天我们都在这个大染缸里边进进出出，一进到家里就开始烦了啊，烦到什么程度？烦到今天老公回来是不是对我好，烦到我昨天借给隔壁邻居的那个酱油他今天为什么还不还给我，烦到什么程度啊？我厨房里放的这么多的东西到现在还吃不完，我冰箱里放的这个东西马上要过期了。你知道很多人的肠胃是怎么吃坏的吗？就是经常吃过去过时的东西，大家听得懂吗？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人的欲望到哪里开始发现的？你们想想看，人的欲望食欲大家都知道，人啊真是贪，所以菩萨叫我们不要贪嗔痴，把贪放在第一位。你们知道现在都有自助餐，花了几十块钱到自助餐里面走进去，坐一盆又一盆好的东西拼命的吃，吃到最后撑得来已经到这里了，他还不卖价，看见水果西瓜蛋糕真美丽呀，真呀嘛真美丽呀，拼命的往嘴巴里呀塞呀塞呀，出来就全部倒出来了。想想看，他要钱他不要命，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就是贪呐！我出了这么点钱，我一定要把它吃回来，这不是贪吗？人生第一贪，吃。为什么很多法师他们就非常知道啊？过去很多法师是过午不食，对不对呀？啊，就是大家要保护自己的胃，胃是自己的。菜是人家的，所以你们跟着台长学佛，在快乐当中学，在法喜当中学佛法，那么这个人会越来越法喜，
要开心啊！我们已经在人道这个烦恼道已经苦不堪言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见到观世音菩萨还不能法喜充满呢？我们就是要法喜。所以我们如果掉进了这个大染缸，我们一定会受到污染，所以我们要经常接触佛法，我们就不会受到污染。大家记住，我们一定要无念和掏空。掏空是什么？把自己的杂念全部的挖空，叫掏空。每天如果你去想着烦恼，你的心就会烦恼，每天你心中想着烦恼，这些烦恼就会进入你的意识当中，进入了60天中、70天中、80天中，你再要驱逐烦恼就很难很难了。所以这就会污染你的本性，所以你的本性如果烦恼了，所以你一辈子就会烦不定，恼不停。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啊，有啊，在人间呢，要学会不要退转，人的退转心特别重。就是说很多人呢，学佛学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呀，我求的事情也灵了啊，我的什么事情都好了，哎呀，我退转了。退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退转相当于怎么呢？你考进大学了，但是呢，你又没有好好的读书，你刚刚读了1年级，你就准备说我不读了，我不下去了。所以退转呢不是很好。那么我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有一位我们说的是人间不退转的菩萨。大家知道在人间有菩萨，这些菩萨呢叫不退转，他才能成菩萨。大家听得懂吗？叫不退转的菩萨。这位菩萨呢，他在人间，他在人间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呢是看见这个房子啊起火了，火是烧得很大啊。那么烧得很大的时候呢，他就在心里啊，不是他的房子，看见对面的房子，他就发愿：菩萨呀，观世音菩萨，让火熄灭吧！我发大愿，用我的功德，让火熄灭，不要烧到一些无辜的众生，不要烧到一些无辜的众生。那么他们当他的愿发好之后呢，火呢没有熄灭，没有很快的熄灭。那么但是呢，火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火呢，本来这一家烧完之后呢，应该下一家，他会跳过这一家烧在下面。有的时候这火一直在蔓延，烧2家再停一家，再这么烧过去，就是发生很奇妙的变化。所以那么这个时候跳到最后的时候呢，火就熄灭，火熄灭。那么后来呢，这位人间的菩萨呢，他的功德很大，他说我加持了众生众生为什么不能得到加持。实际上后来菩萨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讲，就是托梦告诉他，你知道众生所造的业不同吗？所以他们受的果报也不一样。虽然你加持了他们，但是每一家的因果不一样，这一家作恶多端他就会烧魂，这一家持斋念佛做善事积累功德，这一家火就会跳过去。从这个故事大家就会明白，无量劫的时间在恶逆中让我们做到受苦的果报。因为我们过去生中有无量劫，我们做错太多太多的事情，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这些果报带到今生今世。所以自己求菩萨的时候，不要说是菩萨没有救你，是你的业障太深。所以我们必须要消除孽障。我们在人间受到业报，
那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的业很重。如果我们能够跳过自己的业障，能够重新做人，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这句话的它原意并不是说你放下了屠刀你就能成佛了，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你放下了屠刀你就有成佛的机会。所以佛心，一个人具有佛心，叫你看什么事情都顺眼。如果一个人具有魔心，他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大家要学菩萨，看人间的一切都顺眼，那你就是佛心。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外面看不顺眼，家里看不顺眼，看老公不顺眼，看孩子不顺眼，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这个人就是魔心。我看他赶快念，大家一起讲，小房子呢，魔心缠身了。勇于吃亏的人就是圣人，天天想占人家便宜的人就是小人。我们就要懂得吃亏，我们就要布施，我们就是要对众生好，我们就是要学菩萨。所以我们要把魔心去掉，把佛心长存在心。那么台长啊，经常跟大家讲啊，我在广播里实际上台长是很累的，我天天在讲啊讲啊讲啊，劝好人容易啊，劝坏人很难的。很多人真的，我劝他他不听啊，他那些恶气场啊就骚扰台长的好气场。大家明白吗？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你对孩子说你不要去怎么样，你不要，他不听你的，你听得懂吗？这个气场对你受到影响，你们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卢台长啊，我这个儿子啊真的很讨厌啊，你知道吗？他剃了一个头啊，从当中两边分开啊，我是从抗日战争过来的，那个时候汉奸都是这种头啊，我真恨死了，我叫他剃他就是不肯剃啊，卢台长你帮帮我吧。我说老先生啊，你那是什么年代啊？人家这个头叫德华头，刘德华剃。我说现在很时髦用这种头，学佛要用妙法呀，对不对啊？你不是要马上改变他的外形，你要改变他的心，你要让他知道什么样叫好，什么样叫不好啊。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鬼节的时候啊，四月份的时候啊，叫万圣节。实际上西方人把鬼呢，他们客气的称为万圣节，一万万圣人都来，脸上擦得一塌糊涂，在马路上这么叫，他们样子跟我看见的鬼一模一样。那卢台长这个功能真的是很麻烦的，因为我有时候开车啊，我在澳大利亚开车的时候，我开到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经常看见有人过来，你们看不见的，我就慢慢的停下来让他过去，我再开过去，很累啊。到万圣节的时候，马路上全是这些男男女女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让是谁。所以啊，我们人不做非要做鬼，我们明明在人道，我们不做人事天天要做鬼事。我告诉你啊，他很坏的。你想想看，你以后投什么，不是还是投鬼吗？对不对啊？你在人间为什么不做人事呢？对不对？所以台长有这个功能呢，我没有自己觉得自豪，我没有什么，我这个功能我就是归功于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让我来救度众生，我没有任何的一点点想法，我就是要帮你们看到你们身上的缺点，看到你们身上的毛病，把你们的烦恼揭露出来，让你们自己来去除，把你们身上的毛病把它
揭露出来，让它慢慢的消除，把你们身上的灵性把它给你们说给你们听，让你们知道用小房子慢慢把它化解，你这样的人才干净啊。就像一个人脸上这有脏那个有脏，身上不干净，他自己的脸他没有镜子他是看不见的，那么突然之间出现个卢台长告诉他，哎，你这里有个饭粒，你不要吃了还要带，你脸上这里有个脏的东西你没有擦干净啊，你这个眉毛画的全部掉下来了，对不对啊？你擦的粉全部掉下来了，那我告诉你的话有什么不好的，让你来改变，让你来改进。现在菩萨就是让我们来改变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让我们重新做人，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圣人，做一个菩萨。那么有一位佛友以前对台长的法门呢他并不认可，那么后来呢他通过了，后来呢他通过到天，他也有天眼啊，不要以为就台长他厉害哦，到天上去查证，结果他在天上看到台长的九朵大莲花，还有台长的果位，我真的不好意思讲，我是上辈子修得很好，这辈子还没修好，很惭愧。那么他看到台长在天上是菩萨，而且菩萨的位置很高，十地菩萨。对于台长的来历，我自己从来不说过，但我们众多的同修，很多人通过梦境，还有的人通过藏传佛教那些高僧，他们很厉害，他们早想知道台长过去是什么，他们就查我在天上的果位，实际上我很清楚。那么我想把这段录音啊，当时他打进电话的录音啊，放给大家听听，大家说好不好？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大家都学过企业管理、物业管理，没有学过情绪管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管好情绪。那么台长的白话佛法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大家喜欢呢？因为我喜欢举例子，你们知道吗？一个人在运动场上，一个人学佛犹如在运动场上的情绪一定要管理好。你们知道像踢球一样，有些人呢他实际上在球场上他一直在变化，人的情绪就在球场上一直在变化，有时候他要推人啊发脾气了，对不对啊？有时候他要踢人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运动员应该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明明这个事情裁判罚错了，他冲上去就打他了，所有等等的一切，实际上这些情绪都是因为他的贪嗔痴的变化。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就犹如你抢球违规了，你抢球了，你违规了，我们修心了，好了，黄牌警告，对不对？如果你一个邪念，我们修行人如果动一个邪念的话，动一个不好的念头的话，对不起，你就相当于红牌警告，罚下场，听得懂吧？所以你们的心中早就有个运动场，所以我们的一个动作就代表我们学佛的一个心，
如果你的动作很粗鲁，你显示出看不起人家，更高我慢，实际上就是让人家在看不起你自己。因为你看不起人家，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呢？因为你对人家不尊重，你怎么会得到人家对你的尊重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任何的动作都不能犯规。犹如在运动场上，你冲出了栏杆了，你就会被罚下场。我们在人间做出的行为、动出的脑筋、嘴巴里讲出的话，如果太粗鲁，如果太没有佛性，如果我们想的念头太杂，我们就会被罚下场。要记住，罚下场的话，后果就是没有机会再上场。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心境的平安，我们要安忍，要安定自己的心，我们要学会忍辱精进。因为记住，当一个人忍辱的时候，这件事情才能精进。想象一下，日本三菱公司当年要倒闭的时候，所有的公司的职员一起在哭，因为有几千的员工都面临着失业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就跟老板讲，我们帮你撑过去。老板跟他说，从现在开始，愿意留下来的，我给你们一碗饭吃，但是工资没有。如果不愿意留下来的，我把工资全部发完，请你们走。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的人，等三菱公司哪一天翻身了，我加倍的还你们。结果所有的公司里的职员全部不肯走，在三菱公司继续走。就是在六几年的时候，结果三菱公司翻身了，所有的员工几乎全部变成了经理，而且他们工资全部翻一倍。这就说明人心齐，泰山移，也就是说明一个人要学会忍耐，他才能达到成功。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定慧。为什么很多法师叫定慧法师啊？什么对不对啊？定是什么？能安定下来，安定下来才能有智慧。一个人静不下来，这个人永远是没有智慧的。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人想冲上去跟他评理，这个人有智慧吗？如果在马路上两个人都在吵架，你说哪个是对的？夫妻之间吵架，你说哪个是对的？因为爸爸以为爸爸有理，妈妈以为妈妈有理，这才会吵架。如果稍微有一个人能定的心下来，把心定下来，他就不会去跟爸爸吵架，他就产生了智慧。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定。定靠什么来的？靠戒。我要吵的我不敢吵，我要吃的我不能吃的就是不能吃，我不能看的就是不能看，我不能说的就不能说。所以孔夫子早就说过，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在学佛当中要学会安忍，要学会忍辱精进，不吵架，好好修。很多听众跟台长说，卢台长啊，你知道吗？我跟你学心灵法门的，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几乎不骂人了，你知道吗？我老公跟我吵的时候啊，哎呀，上个星期跟我吵，我不理他了；中旬星期三跟我吵，我又不理他了；到了星期六的时候，我真的憋不住了，我还是念念姐姐咒，没理他。等到星期天的时候，真的无理取闹啊，我这个。王八蛋怎么修不好的了？我说的都是真事情，你说说看，他跑出去说我学佛的，嘴巴里这么一说，谁还跟你学佛了？而且你们记住，你们很多的妻子劝老公劝不醒的，夫妻不是善缘就是恶缘，叫无缘不来呀。所以你们劝老公劝不醒，你们就不要劝，你们以后去找一个姓卢的台长来劝他。
劝人要有缘分，大家听得懂吗？劝人没有缘分，你跟他讲了没有用的。爸爸妈妈钢琴家教孩子弹钢琴，没有一个弹得好的，就是要找人家的老师来游泳啊，大家听得懂吗？不要以为啊自己是游泳健将，儿子一定是游泳健将，有的孩子爸爸是游泳健将，他的孩子是在浴缸里游泳。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无量的劫，我们必须要去跨越它。跨越靠的是自身的能量，我们要克服心魔，我们的心一定不能有魔，不能看谁都不顺眼，大家听得懂吗？啊，都是众生啊，菩萨说啊，是我们的长辈为我们的母亲啊，父亲啊，是所有的小辈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孩子，这样才是人伤我痛。所以我们要认为一切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然的，都是应该的，都是本来就有的，我们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平稳，我们才能打开心结。所以为什么叫开心，台长再三跟大家讲，心灵是锁，法门是钥匙，用你的法门去打开你的心灵，你的心才能开，那么这个时候才叫开心，所以才叫心灵法门。希望大家好好的学。那么中国的道家在讲人法地，地法天啊，所以儒释道都是讲的我们的仁慈啊，而佛法就是讲的慈悲啊，啊，殊途同归，都是一个道理，大家明白吗？就是在学校里的老师教我们要尊敬师长，在家里要尊敬长辈，是一个道理。所以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学的所有的法门，要自然的跟着他去走，不要硬硬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你硬来，你一定再好的钢它也会折断。我们要用妙法来度人，我们要让人家明白佛法的道理，这些深奥的道理，我们心中要明白它。那么自然就是明白，什么事情来了很自然，什么时候去了也很自然。所以当时道家讲叫道法自然，实际上佛家讲两个字，我考考你们，什么字啊？随缘。讲的响一点呢、啊？随缘。你们都开悟了。但是你们是顿悟，突然之间悟开悟了，顿悟一会儿就迷悟了，明白了吗？要真正的开悟，那是靠的时间，哪怕是见悟顿悟，它都是个悟性，经常开悟才不会迷悟啊。不吵架的时候夫妻都很开悟，我们应该相敬如宾，天天在家里好好过日子，我已经挺好了，我有孩子，我有家，什么都很好，那叫开悟。但是吵架的时候叫迷悟，如果大吵天天有，小吵三六九的话，这个人就渐渐的迷失，他不会开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人在安静的时候内心的涵养就会产生。为什么很多的法师他们很安静坐在那里，他们不讲话，正因为他们不讲话，并不代表他们不懂，他们什么都明白，他们不讲话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涵养啊。我们要懂得要养吾浩然之正气，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正气，叫浩然正气。当你有正气的时候，邪不侵体，
邪的就不能来了。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在学校里你一直是很守规矩的很正的一个人，那些坏孩子不会来找你去一起偷东西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心中常存佛，坏的魔是不会找到你的。所以要五善养无浩然正气，我们要懂得要善于养自己浩然的正气啊。英国的有一个大作家狄更斯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拥挤，他是诗人，他说你不要拥挤，世界这么大，他容纳得了你，也容纳得了我。思想王国是自由的天地，是自由的天地，追求那人间最好的一切，那才是你的境界。这句话说明什么？我们人跟人为什么过不去呢？我们为什么要看不起人家？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嫉妒去，跟人家恨去争斗？这个世界这么大，难道不能容忍你吗？为什么非要吵架？你完全可以避开这些矛盾，避开这些烦恼。有什么事情呢？我经常劝我的听众，如果家里吵得实在不可开交，你就到，就是我们叫 shopping 啊，你们能叫到商场里面去走一圈，看看那些你喜欢的物品，比你在家看你不喜欢的人要好。因为那些物品你喜欢的，他们是东西，而你家里的那个跟你争吵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东西。学佛就是要开悟，一悟百通。开悟的人把烦恼扔下了，你就是开悟；把烦恼天天记在心中的人，你就跟烦恼交朋友，所以你得到的就是烦恼。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们要跟菩萨交朋友，我们要皈依佛法僧，我们要懂得自心自度度他，我们要常跟这种善知识者，跟高僧大德在一起，我们才能破迷开悟。希望大家紧紧地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我们才能成为人间智者。所以啊，大家要记住，我们要让人的心，自己心神安定，心神要安宁。所以有一种药叫心安宁，吃了之后让你心神安宁，还有心安定都有。实际上这些药是吃不好的。当人有烦恼的时候，你到医院里去找医生，医生啊，我老公离开我，我心好痛啊，你能不能帮我打一针止痛针，让我心不痛啊？救得了你吗？心病不是靠医来学的，心病靠的是什么？靠的精神。所以我们要精神得到解脱，我们才能明理明辨是非。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做一个有心人，这个心是佛心。我们学佛人要去追寻学佛的人生，因为我们是学佛人，我们就必须要追寻人生。我们因为是大学生，我们就必须到大学去读书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基于人间得到的任何一丁点的小利益，
我今天得到了利益了，我非常的高兴，我今天赚人家便宜了，我很开心。实际上你损失的更多。所以人要懂得，我们不要丧失的人的慧命。当你在占人家的便宜的时候，你的慧命就在流失。所以学佛人不占人家便宜，要懂得保护好自己的慧命。有了慧命，我们才能跟观世音菩萨接上善气和佛气。跟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跟大家有唠不完的嗑。我这两天曾经跟我的弟子说，那些弟子很爱师父，他们真的很喜欢师父，他们很喜欢我。他们说，卢台长啊，我能跟你多待一会儿。我说，你就是到澳大利亚来，你也不能跟我待很长时间。我们要好好学佛呀，我们以后都修成菩萨了，把你们的爸爸妈妈都超度到天上去，对不对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把自己修得好好的，也能上天。我们越修越好，等到我们以后百年之后，我们在天上如果再能相聚的时候，我们是永远不会分离了。而且我们能够跟伟大的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跟所有的佛菩萨都在一起，大家说好不好啊？很有信心，但是还要努力，明白了吗？嘴巴叫得响没有用的，佛法不是说出来的，是行出来的，是自己慢慢的修出来的。什么叫修心？修行，修正你的行为像菩萨，修正你的心越来越像佛，这就叫修心修行。那个大家知道，我们人生在走路的时候，我们会走得很急，有时候有利益来的时候，恨不得把世界上的钱全部占满，有的人恨不得自己在有困苦的时候不想活了，这些都是交往过正。台长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习。大家都知道，在公园里，在马路边上，你们都会看到很多的亭子，对不对呀？公园里的亭子就是让你们走累了歇一歇，对不对呀？我们人生这条路慢慢在走的当中，我们伤到自己的心，伤到自己的肺，伤到自己的良心，我们很累，我们要不要停一停？大家想一想，公园里的亭子，这个亭子边上加一个人，就是叫你们人呐、啊，要停啊！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过头啊，赚钱也不要赚过头啊，做好人的话也要有节制。因为有的人拼命的去度众生，他自己本身的能量不够，最后他被恶业缠身，对不对啊？要自度才能度人啊。那么有的人恶业很重，那这个人呢不停地在做坏事，他停不下来，所以人字边放一个停，就是让你停下来，把人拿掉，就是一个停止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所以我们走路要走一走停一停啊，要看一看自己对不对。我们的祖先曾经跟我们讲过，我们要中庸之道，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不要过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常常的看一看自己所走过的路，走一步看三步，要明白我修的对不对，我修的行不行，我是不是修了有偏差了，你这样才会不会迷失你的方向，才能找到你正确的路。我们人在名利道路上天天在奔忙啊，为名为利啊，自己多么的渺小都不知道。
以为自己开的好车，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多么的可怜呐！你们都坐过飞机，当一个人看见自己很大的时候，因为你以为自己是最大的，所以叫自大。当你看见飞机远离跑道飞上了天空的时候，你看看所有的汽车就像蚂蚁一样在奔跑，人多么的可怜，坐在汽车里觉得自己很伟大，在天上看你多么的渺小，像一个蚂蚁一样。菩萨看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像蚂蚁一样，天天在为自己的事业在奔忙。你们看过蚂蚁吗？蚂蚁里边有一个最大的叫蚂蚁王，他指挥着几百个蚂蚁走到东走到西，他很骄傲，他称自己为将军，他是蚂蚁将军，他以为自己是最伟大的，他指挥人家搬木头造房子，最后那些蚂蚁搬了一根火柴棍把房子搭好，第二天早晨被清洁工一扫，他就觉得地震了，海啸了。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吗？看看日本海啸的时候，那些房子那些船不就是像蚂蚁般的小房子，不就是像儿童玩的玩具一样。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是多么的瘦弱，我们经不起大自然的摧残，我们谁能保护自己？我曾经在美国讲课的时候，我跟一个美国的佛友讲，想一想吧，你想一想，你们美国人在飞机上如果宣布这架飞机要失事了，你能叫谁？你能叫你们的 government 吗？你能叫你们的政府叫谁吗？谁都帮不了你，你只能叫 my god，我的上帝，跟我们叫菩萨保佑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人要动，要明白我们到人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人生有多少个亭子，要我们好好的停一停，看一看自己做的对不对呀、啊？不要矫枉过正，是心中要修出一种意境。这是什么意境呢？就是越来越知道我今天走这条路对不对呀、啊？一看二慢三通过，人生如履薄冰。台长给你们的一句座右铭就是要如履薄冰。台长自己的一句座右铭大家知道不知道？无欲自然，心如水。我们不要有欲望，我们的心就会像水一样的透彻，像水一样的平静。所以一种从容，人的一种从容的姿态就是从平静开始。所以我们做人不要走得太快，我们要停一停，我们不要丢失自己，我们要懂得在这个人间我们念的经是宝。我们因为什么念的经是宝呢？因为当你念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佛的法身，就是舍利子。这么精彩的话，观世音菩萨一直在上面教导着我，所以要谢谢观世音菩萨。台长跟大家这么谦和，跟大家像朋友一样，所以我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在全世界已经拥有了500万信众，而且台长呢，这次呢又得到了主流社会啊，在英国啊联邦的那个世界和平奖，然后呢，我又得到了一个，刚刚得到了一个是那个英联邦的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可能英国皇室会给我颁奖。实际上这些所有的一切我要归功于观世音菩萨，归功于你们大家，因为是你们在帮我弘扬佛法，帮我弘扬心灵法门，是这些护法在帮助我，所以这些荣耀都是归于你们。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可荣耀的，我们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只有用更好的感恩心来回报观世音菩萨，回报我们的母亲。所以刚刚那句话大家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念经的人身体会变成舍利子？因为他念的是佛经，所以佛的经念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佛的法身，你就拥有了佛的舍利啊。所以大家要好好念经，要压住自己恶性的种子。因为我们有时候人啊，做人的时候非常的生气的时候，我们压不住，发火的时候我压也压不住。实际上你压不住的时候，你就把仇恨的种子种在了心中。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一定要把恨要压在心中，千万不要让它长大，要严守身口意，把嘴巴管好了。今天有很多拜师的弟子，师父今天看了他们很多人，我就看见他们嘴巴很不好。你们知道吗？很多人为什么会驼背吗？啊，为什么？因为笑佛笑有缘的众生，经常笑人家的人，他会变成驼背。为什么？很简单，他笑人笑弯了腰。所以不要去笑人家，不要去说人家不好，要把人家都比作菩萨，要把人家都看成好人，要放下自己更高慢。我在新加坡看见一个老板跟我讲，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一看他的前世，不就是一个法师吗？一个大法师修了一辈子没有成功，这辈子来做一个大老板，拥有自己的财富，可惜不可惜？他换来的是福德。所以我要你们修心，不要下辈子再来换成福德，我要你们修到天上，享受永远的福德。不要再来了，这个世界太烦恼，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圆满的，你想在不圆满的世界当中还想找出圆满的东西吗？那就是痴心妄想，就是贪嗔痴。所以今天虽然要给你们有些人看图腾，但是台长呢也是希望多给你们讲点佛理，因为菩萨在上面。你们记住，你们虽然坐在这里，你们知道吗？你哪怕坐在这里，你们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这是台长求观世音菩萨的。你们想不想得到观世音菩萨加持啊？好好的修啊！我每一次为你们准备的这么多，我都讲不完。为什么？因为我来不及讲，我没有时间。我真希望能够有一天跟你们24小时不停地讲佛法。实际上，我也更希望你们能够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听我们阿弥陀佛，听我们释迦牟尼佛，听我们观世音菩萨亲自给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想跟你们一样坐在下面。听着这么快乐，这么法喜，这么开心，我们想到哪里就拿到哪里，踩着天上的祥云四处去走，四处救人，法喜充满。想不想知道台长在天上走路的样子啊？讲一点点给你们听听好吧。我告诉你啊，台长在天上上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呢是你走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看上去有点像电梯一样，你只要往这个方块里面一待，你马上就看见了。我上去的时候呢，我就一上去之后呢，我就看见了那个这个有那种荡秋千的小孩子，那种声音笑起来都有回音的，哈哈哈哈哈哈。那当然我这个老嗓子实在模仿不出来，因为这个声音啊都有回音的了，大家明白吧？然后呢，这种回音啊在你耳边，我就看，哎呦，这么多的孩子很可爱，他们在荡秋千的。然后我看的时候呢，我心想，哎呀，这么多孩子其实就是外国人，西方人叫做 angel， 就是天使嘛，就小孩子在天上叫天使。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往地下一看，哇，这整个的荡秋千这种秋千呢、啊，全是在云上面，下面是空的了。这下我一看见这个嘛，我就看自己的下面的云啊，我就去看，哎呀，我踩在云上了，哎，我走，游，我刚刚一走，那个两边的热风啊，这个速度快得不得了，就踩在云上。我只能讲这么一点点给你听，下次再告诉你我在上面的家。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八功德水，七宝池，对不对啊？玻璃琉璃啊，想一想，讲给你们听，为什么？吸引你们，让你们有一个向往，让你们知道天上才是最美的，而且它是永恒的，在人间它是不永恒的，是无常所控制的。所以不要贪婪人间，好好的修道上天。好了，不能跟大家讲的太多了啊！台长在马来西亚场场精彩，哎呀，大家都不肯走，几千人一个都不肯走。我们这一次的主法会是星期后天的中午，后天的中午大概有将近就两个分会场，大概加起来5000多人。所以我很感谢你们能够成为护法，我希望你们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向我们所有的高僧大德，向我们所有的啊能够善知识，所有的修得好的善知识都学习。我希望你们能够团结，能够爱护，能够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水浇灌自己的心灵，浇灌大地。谢谢。真的很开心，感觉就在天上一模一样，万人大合唱，你们每一个人鼓掌，我听起来像10个人鼓掌，所以万人大合唱。谢谢大家，你们的掌声我都可以送给观世音菩萨，这就是我们的信，这就是我们的愿，这就是我们的行。太感恩你们了。好，这几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我们也感恩马来西亚的佛友啊，也感恩这次在新加坡的佛友，每一顿饭都为我们准备好，大家知道不容易啊，很辛苦，所以我们也为他们所做的功德鼓鼓掌。时间不要太长，长了功德减少了，哇，没了，功德流了，掌声断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做一点功德就要人家说好话，要明白，要无名布施啊，听得懂吗？有一个人自己布施了3000块钱，哎呀，开心啊，我要无名布施，在报纸上啊，人家给他登出来3000元，无名氏开心的不得了。朋友到他家来了，拿起来报纸给他说，你知道吗？看见吗？这3000块钱无名氏那就是我呀。永远不要
学不好的东西，永远不要把肮脏的东西放在心里。肮脏的东西犹如电脑的病毒，经常放在电脑当中，这个电脑就会死机。把烦恼经常放在心中的人，这个人的心脏病就会复发。所以我们要干净，我们人体要干净，心灵要干净，那么你才能彻底